捡一个球打到在三垒这边，哇，有点轻轻一碰的感觉啊，被挡下来了，哎，靠着靠着安打啊，对啊，不一定要短打，靠着靠着嘛，袂歹，是，有点轻轻一碰，刚好就碰到线边三垒手啊，跟这个三垒边线的中间，我再看一次，我还好，谢志宏守得比较浅，我这是靠着刷边啊。很刁钻的位置，郭富林扑下去没办法拦到，没有办法，这个没有办法。谢志勇的一个在后面的补位来做处理啊，很快，